厕所抽风机、风扇部分容易积灰尘，打扫时要小心，不要漏掉了。清洁玻璃时，可以使用玻璃清洁剂，先将玻璃喷湿，最后再使用海绵玻璃刮刀，把水分去除。马桶吸盘正确使用方法。粘在墙壁上，往自己头上吸。当不倒翁丸吸马桶时，堵塞勿松动。水管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呢？打手心，延长用水的距离，清洁马桶时，戴上手套，避免双手直接接触马桶清洁剂。打扫地板时，可以使用拖把或是厕所刮刀，把地面上的积水清理干净，才不会滑倒。打扫厕所时，窗户保持通风状态，清洁剂的味道才不会过于刺鼻。有些厕所会摆放绿色植物，美化环境，记得不要忘记浇水哦。男生使用的小便斗边边较容易卡污垢，清洁时要特别注意。排水孔堵住时，可以准备一根吸管，用剪刀斜剪，折出刺刺的角度，插入排水孔，清出毛发。